向，但这个球还是被掌握住一个弱点哦，由王柏权呢来处理啊，形成了一出局。哦，去追打了，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。像这里刚才讲抛好的这两个为主要哦。打得很强，哇！这个这样子再捡起来传来得及吗？传不及了，这应该会击安打。哇，这个球真的打得很强哦。因为这个只能够带点闪身去硬挡的哦，因为那个速度实在太快了。对，技术上是给安打，那他的第二支安打也出现了，也出来了，都是三垒方向。然后真的这个击球的阿达里变比例就提高了哦。哇，因为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郭富林呢，只能够挡到球。对。哦，这个时候呢是穿出去了，但是呢，李俊杰这个跑垒可能要停在三垒。哦，这样是受命要再往本垒抄。哇，这个时候处理球到角落是不是有一点瑕疵啊？李俊杰回来，他个人的第一分也得到了。但是马杰森的长打在打点啊，但因为刚好那个是一路滚到最角落，所以王柏荣处理球，待会看看有没有别的镜头啊。哇，不过有一个小小的事情，可能教练有一点点觉得要修正了，就是李俊杰最后回本垒没有滑垒哦，因为这个球其实传回来，虽然是李俊杰是顺利通过了本垒哦，但是。是有一些风险在的哦，这球是停下来住了哦，这个球让王柏荣他原本已经刹车了，结果那个球反而弹的并不多。哦，投进去了，但是他没有出棒，遭到了三振，化解了后续的一个攻势啊。不过靠着马杰森的一支长打，现在的乐天是先得了一分。